是有一点小尴尬，因为原本是说大家要走出来做自己角色的 pose， 对，是这两个人做是怎样？没有没有，我们刚才等成龙，因为他那个发功的时间，发功不是他不是发功，他是在召唤你，召唤你，对，他在等没出来，没出来，李湘那个。那个没出来，今天轻飘飘的，我总不可能拿一个咒灵吞下去，你可以，那给你一个机会，你学他走路这样走一段。下一个节走路，帅了，这边再前提一点 ，OK， 哎，手下败将，我是福原上人的手下败将。我要讲真的，重点是你打输两个人，这里还有一个可以打死你。我想偷走他的礼箱。等下，成龙刚刚有话说，成龙想说，就是我们办这个下来，我觉得。还算蛮花一段时间的，对，是，而且真的，我也是，应该幼稚园以后第一次 cosplay， 就为了今天不好弄，主要还是要感谢桃园万圣城给我们这个机会，让我们可以站在这边表演给大家看，然后也感谢公司愿意这样花钱打造我们，我们不好意思，因为那个口疾。好，谢谢。当然，我们 Phoenix 最近也有东西准备要释出，大家都有追踪 idol 吧？有。对，
到时候 Hilo 上会有一些小东西，到时候大家可以观赏一下。是，对，可能是你们期待已久的。哦，对，是什么？你们可以想想看。没错。专辑。你们看，可能是个人直拍吧？还是什么？都是小卡。签唱会。好，再来带来我们的下一首歌。我们也很久没有跳了。